迎收看《城市新势力》，跟我们一起感受这股让城市进步的原动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蓝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谁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一小时，在节目上跟大家聊聊天呢？马上介绍他们出场哦。首先欢迎第一位来宾，他是一位创意总监，我们欢迎李默尔李总监，您好。蓝君你好，还有观众电视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默尔。那个我们知道包装的不只是礼物的衣裳，也是创意的实践。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包装的一些甘苦谈。嗯，好，稍后我们就听您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哦。第二位呢，我们来欢迎的是集团饭店业者，我们来欢迎的是林辉毅林董事长，您好。蓝君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大巴餐饮集团的董事长林辉毅。非常的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这个文化创意的研讨。嗯，谢谢，欢迎我们的林董事长哦。继续来介绍的是呢，彩绘师洪文斌，彩绘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来分享我的创作的心情，还有跟默尔一起合作的一些心路历程，谢谢。好的，我们非常期待哦。继续介绍的这一位呢，他是设计师，我们来欢迎刘东江刘设计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包装设计，设计师刘东江。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包装盒跟文创在现在的时候如何结合，让它变成一个更新的商品，谢谢。是啊，我们有听过一句话，人要衣装，佛要金装，那产品要什么装呢？产品就要礼盒来装，看起来才会感觉更加的漂亮，收到礼物的人呢也会满心欢喜。好像呢，我们的总监因此得到了一个心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别人拿到自己礼物的时候那种满足的表情，就觉得这个目的达到了。所以呢，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因缘机会让你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创作呢？是的，因为呢，在从事包装设计之前呢，我们是做广告设计。嗯，那因为在之前的话呢，经历过一些那个转型期，所以说我们在考虑到说如何把平面呢变成立体，同时呢也希望说在立体的过程之中能够让大家的，就是说把门槛拉高，变成是说把包装呢当成是一个精品的那个礼盒，让大家呢可以欣赏到这些创意的东西。所以啊，就是说危机就是转机啦，而且呢你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把平面变成立体，但是也要有人赏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遇到了你的生命中的贵人嘛，是坐在你隔壁这一位吗？ 是的，我要感谢那个大巴集团，那个能够有一个机会让我们，就是说可以帮我们的很欣赏我们家的那个作品，所以说很大力的使用，尤其在十几年前的话就可以采用我们的东西。哦，十年前当时就你十年前就看到，有远见，看到他们这群年轻人的一个创意，是你觉得很喜欢？当然，当然。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的企划给我介绍默尔认识以后呢，我发觉到他们的产品呢非常的有创意。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中秋月饼这个区块啊，我们大巴一直在推行。那我们感觉到说，其实现在的人呢吃很多的这个饼干呢机会都很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包装啊，就等于是我们是卖它礼品，而不是月饼。那这个礼品呢，我们就发觉到说很多的这个我们的消费者非常的高兴，他们非常的惊讶，你怎么会包装那么漂亮？而且啊，看起来我太太一定非常喜欢，那他就计划说多买几个，也送给太太，也送给他的女儿。想不到呢，这个他们买回去以后啊，他们还是要继续的帮他的朋友还要订购。所以我们第一年开始推行了以后呢，发觉到说这个效果非常好，那我们就一直采用默尔的产品，到现在呢已经十年了。那我们的右手边这些产品呢，都是我们经年累月啦，就是跟他们采购。那客人呢都帮我们留下来，有第一代的，有第二代的，有到第十代的，都留着他们变成他们的一个珍贵的一个收藏。我看到这些就是收藏之后呢，反而就是觉得它是一件有纪念性的一个礼物，而且就是它每一个年代有它不同的意义，因为每一年都不一样嘛。
对，那所以呢，这么漂亮的一个礼盒，它是怎么样完成的？当然就是包含了，可能它需要一些图案啊，它可能需要一些设计。所以呢，洪老师跟刘老师你们之间的搭配，当然还要跟总监这边的沟通也是很密切的啦哈。那刚刚我们的彩绘师就讲说，主要真的是彩绘的工作，彩绘应用于这个礼盒的包装上，它可以发挥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那个，因为我们平常是从事艺术创作工作嘛，那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展演的方式大概就是画展比较多。那我也很高兴可以跟莫尔一起合作，然后把我们的创作的东西推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视野上去，在那个礼品包装这个部分这样子。所以过去有想过自己的画，没想到可以变成包装礼盒，完全没有想过。所以看到自己的作品，除了从以前的走出画框之外，现在来到了这些礼盒包装上面，感觉怎么样？很兴奋啊！我也很谢谢莫尔，因为他其实很重视本土的创作的艺术家这样子。那因为我平常白天是从事教职工作嘛，那我是利用我的休闲时间创作。那他谢谢他欣赏我们的作品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就是设计师他们把我们平面的东西做了一个结合这样子，然后让我们的作品不是只有平面这样子，然后可以在市面上可以流通的更广这样。在想要看到你画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你的作品，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感应该是你当事人会觉得特别很有成就感，很有成就感哈。对，那你会在不同的比方说不同的礼盒、不同的素材上面赋予什么样子的一个画，你会做什么样的创作，等一下再跟我们做分享哈。那当然呢，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就是你的设计师。是，所以设计师您应该要有源源不绝的创意吧。你看，我发现这个莫尔哈带来的这些礼盒，有高的，有矮的，有圆的，有扁的，好，还有这种手提式的，这都是您想出来的？哦，不敢，这是我跟我们总监一起合作发想的。因为我们主要最想要的就是人家看到我们的礼盒，第一个就是会眼睛为之一亮，所以我们尽量找不同的材质，像你看到有那个瓷器，有布的，绣花的，有木头的，有玻璃的，我们找各个不同的素材下去做结合。你每个人来买这个月饼，他不是要买月饼，他是要买那个礼盒，他是要买这个包装盒回去当收藏。我们反而把这个里面的食品变成一个附属品，大家来，他主要是要盒子。林董事长，董事长会说：“不啦，我内底物件嘛，就好吃。”当然，一定。只是那个包装看起来有加分哦。董事长有讲。对，因为这个就是别人像他们那个消费者买的高兴，其实最开心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做设计师，一个东西每一家饭店都啊，我卖完了。一直要跟你们再加货、再追加、再追加。对、哦，这个在我们的心里是其实很累，可是是非常开心的事情。累得很开心，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人很奇怪，越累就越开心，对因为累得有价值嘛，哈。那我们讲那么多，当然还是最重要是要看你们的一个作品呐，哈。今天你们的作品呢，在我们地方上就是说耕耘了那么久，虽然遇到了瓶颈，但是你们还是一样触底反弹，而且还弹得越来越高。像其中呢，你们就得过了很多的一个。就是非常这个属于这个产业的最高荣誉是吗？莫人来讲一下吧。在我这边的话呢，有介绍一下，就是说在去年2012年的话，有得金典奖的认证。那很高兴的，这个系列呢是刚好，是利用中国式的一些竹帘的概念，然后呢打开来之后呢，可以盛放月饼之外，它还可以摆饰，然后具有东方味道又有西方的意涵。就是说很有值得可以收藏的。那这一系列的话呢，我们有延伸出来，等于是说除了是摆放月饼之外呢，它也可以当作是放那个摆饰用，然后也可以放酒啊，也可以放那个粽子，然后也可以放那个珠宝啊，对，佛跳墙之类的、哦、DVD 啊，对、哦、是的。那我们还利用一些复古，就是阿嬷的盖针、嗯、就是说在这里、对，需要我帮忙吗？好，来，哇，好漂亮。对，这个呢就是类似早期阿嬷的盖针，然后呢它打开之后呢是一个化妆镜。哦，是的，然后里面还可以放东西，
然后还有多层次的，有的有抽屉，有的是可以摆放。对，那最主要的是呢，我结合了一些当地的，比方说在地的一些画家，那比方说类似红老师啊，对，然后呢把彩绘或者说艺廊的一些画作啊，就是说把它结合在一起，让它变成是一个比较时尚然后又实用的东西。对，的确时尚又实用，所以这个部分就增加了它一个功能性了。因为过去我们都听说那个有一阵子大家都觉得说啊，过度的包装然后造成一个好像环境的一个这个负担，所以呢大家就摒弃包装。但是莫尔不这么认为，莫尔觉得说当然过度的包装会造成很多问题，但是要包装的恰到好处。是，这边包装是因为你用了以后就丢才是，对，就是浪费。你要珍藏就不是浪费。董事长果然是这个一语惊醒梦中人。对，就是说包装的恰到好处，而且还能够回收再利用。这个总监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大家，哎，你们这个是万宝盒。是，就是来自于乾隆他的一个就是收藏古玩的一个灵感，一个百宝箱的一个创意这样子。